新的变化，几乎不会发生。是的，对对对，而且能看出很多他们这种，灯泡不错啊。对，时代的发展，随着这个国际拳手老式的不太一样啊。重量，力量训练已经越来越多。对，哎呦，机会把握的也很好哎。战术啊，对。啊，你看这场面是横向移动的。对，踢的不管是拳，哎呦，漂亮一个变线踢。 都是对李子豪的动作有控制啊！这个难打，嗯，对，李子豪现在完全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选手。对对，就没想到。对，昌隆坤是主动进攻也行，防守反击这个迹象就表明李子豪现在左边的优势。嗯，一个不能说优势啊，三局上来现在李子豪，会斩便宜，他这几个中段扫踢啊。 感觉动作稍微有点软绵绵的，今天这个节奏没掌握好，真的，真是大家对泰拳手的印象是那种印象。对，你看啊，李子豪整体的动作没有偏向于要某一下发力做重击的这种对迹象都没有。 你看啊，往对方的身体的中段，嗯，这个肘和膝没合在一起，还挡不住的时候，这样打一下试一下。蓝方胜的 blue corner。